快速。几小节，上面有几小节。第一，来你看一下，有几小节？七。七小节，好啊。七小节完之后要干嘛？七小节完之后呢？要过门，对不对？不是过门。不然呢？对，那就是过。好，你敲，你敲。就不是过门。不然那是什么？不知道。